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市长谢国良上任以来一直致力打造以友善行人的行动空间，目前执行的成果如何呢？还有另外就是我们通勤族很关心的这个班次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的基隆市交通处副处长钟慧成钟副座。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副总好。第二位是我们交通队副队长吴志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副队长好。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市长谢国良呼吁车辆行经路口时要礼让行人这件事，他非常的重视，他亲自到现场来进行宣导。过年期间，基隆市长谢国良、警察局长张树德与交通处长一起到路口视察执行路口行人友善政策情形。经过持续的宣导，警察局预计在下周一起展开正式执法，一旦违规就会直接开罚。市长谢国良上任以来，他就要把基隆市打造成为亚洲最有温暖与爱心的城市。那他首先就从交通的行人友善开始。那本局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就积极规划。那目前在基隆市区找十个重要的路口，易肇事的路口开始在执行。啊，那也特别感谢市长在除夕、大年初一、初二、初三，都亲自带着我跟交通处的王处长跟分局长的同仁到现场。那初期是采劝导跟这个开罚并重。那不过市长一直讲。已经宣导一阵子了，所以我们会从下个礼拜开始，这个在各大路口会有派员警架设这个摄影录影机，那也呼吁用路人市民朋友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礼让行人，让我们基隆市成为亚洲最有温度跟有爱的城市。交通部也注意到这个礼让行人的这一个部分。这个造成很多的交通事故，所以交通部预计在三月份会修法，对于车不礼让行人的部分要开罚到3600。所以我也呼吁我们这个用路人以及驾驶朋友呢，遇到路口一定要礼让行人，一定要做到慢看停。那也请行人也是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不要任意穿越这个斑马线，要停看停。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48条规定，遇有行人穿越时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过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提醒用路人不要以身试法。真的不要以身试法，因为刚才就听到我们的副座说，很多人2000块就这样飞走了。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我们交通处副座，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推动及执行的情况。我想，市长那个谢市长上任之后那其实积极的推动行人友善这一块。那为什么要推行人友善？其实应该回归到它的本质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都是以人为主。对，那其实我们不管。而这个人呢，主要是以步行，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我们透过步行的方式去达到我们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个需求，食衣住行娱乐。那交通的部分呢，原则上在人这个部分呢，原则上我们以交通的环境来看的话，会分成三个来看，就叫人、车、路。那人就是步行，人是用步行行人的方式来做处理。那车的部分呢，其实它是个代步的工具。那路呢，就是个环境。那市长呢，其实希望说我们达到一个步行的一个好的环境，然后呢，减少一些那个事故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些伤亡之类的。那所以说，好的步行环境呢，就要开始建立一些相关的一个概念。那第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在建立方面呢，就是至少就要有那个车礼让人的概念。那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是安全，就是。我要好一个步行的一个环境的话，其实安全是第一个重要的。那再来可能就是要舒适，就是步行的环境空间要够宽敞，那甚至于是无障碍，就是说我们未来可能相关的一些人行步道，那希望能够减少一些障碍设施，也许我们未来可能在思考的就是一开始是先推车礼让人，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是慢慢的把整个步行的环境做改善，比如说我们目前骑有很多的停放很多车辆，那这也不给人走啊，每次走都有这种感觉。对，那我们接下来就在思考说，如何让骑游这些车辆呢，改停到其他地方。那我们
目前有初步的想法是说，我们希望说路边的汽车格位，那这边停路边的汽车呢，改停到路外的停车场。我们其实我们在那个市区陆陆续续有一些路外的停车场，比如说东岸啊、新乐停车场，那甚至于最近已经成立了信小停车场。对，那我们希望说汽车尽量停到路外的停车场去，那我们旁边就有一些路边的格位就可以空出来，然后就我们就可以规划成机车的停车空间，那把骑楼的部分的停车的需求呢，就挪到路边的机车格去做停放，那我们的骑楼空间就可以舒适就可以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先从最基本的概念车礼让人开始，所以我们希望说呢，在推广说路口的部分呢，车只要看到行人呢，就礼让他，然后呢，甚至于说，我们也希望说车子进到路口都减速慢行，因为呢，你也要去注意到旁边是不是除了行人以外还有其他的车辆，也可以降低一些事故的伤亡。那我相信在这市长上任以来，其实推动这个行人友善，我相信对于事故的降低应该是有帮助的。是，真的要带大家来看，我们车要礼让行人，如果不礼让行人，你的钱就飞走了。我们一块来看看。像这个，我们这台汽车现在是要罚2000块啊，两千，对对对，那下个月开始可能就3600了。哇，对对对，那这台又是2000，对，因为我们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到没有礼让行人嘛。人停下来让车，那就很明显的违规。那我们现在在举发违规，都是看，我们都一定会架设我们的录影机，然后一定会带密录器，然后去确认一下。像我去督警的时候，都看到民众会跟我们同仁做争执，我说没关系，那某某先生，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我放给你看，或者是你觉得说事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回来我们再放密录器给你看，确认一下是不是像刚刚这种状况。哦，以避免有争议的状况，因为毕竟你说有，我说没有，那不用，我们都不用讲，直接拿录影画面来看。像刚刚看到，就是人都停下来了、啊，人停下来了耶，对、啊，就表示你是根本没有在让行人呢、啊。其实我们刚跟主持人讨论，取缔真的只是手段了、啊，我们目的是希望说，哦，可以建造车距礼让人，然后降低车祸的发生。是，哎，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礼让行人。另外呢，就是刚才也说到，就可以避免车祸发生嘛。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是开车的时候其实要开慢一点，反应时间就会多一些。不然到转弯处有一个地方，真的是光是3天就发生了2起车祸。民众目击货柜车侧翻，接着冒出火烟。警消到场，发现货柜车整个侧翻90度，横躺在中央分隔岛上。消防员拿着破坏器材，跟着时间赛跑，抢救卡在车内的驾驶。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是一台连结车，然后翻覆在内侧车道。那驾驶夹困在那个司机座，驾驶座里面。而无独有偶，一辆货柜车行经西岸连外道路北上0.7公里处，不慎翻覆。所幸只有后方载运的货柜倾倒，司机及时脱困，受到轻伤。警方对肇事驾驶进行酒测，酒精值为0，排除是酒驾。由于该处有多处的弯道，初步推测可能因为天雨路滑，加上司机操作不当，才会导致货柜车翻覆。至于详细原因，有待进一步厘清。哎，真的开车就是要开慢一点，要小心一点，要多注意一点，而且重点就是要专心，减少车祸意外的发生。可是你知道吗？根据我们交通队统计哦，基隆市每天平均有17以上的车祸发生，我们要请教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都分布在哪一个区域？要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呢？一开始是10起，现在是一年大概都是1万出头件，哇，好恐怖、哦！一天都逼近30件以上了。那像我们刚刚这个影片，这个是在我们的西岸联络道嘛，那3天有2件货柜车翻覆。那因为这个可能道路设计的部分的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是不是很确定？但是很确定这是一个弯道。那我们除了这边以前那个台六甲那边也是个弯道，也都是非常非常容易发生车祸的地方。其实我们车祸的发生其实蛮简单的，很多都说10次车祸90块，除了10次车祸90块，我们可以用数学的观念来看，两条平行线是不会相交的。
如果你是直的跟直的两个一直开一直开，除非是前后车的关系，不然永远是撞不到。所以为什么弯道会容易翻？因为弯道你到时候你就不是直的状态，你就会偏到人家的车道。所以我们一般容易发生车祸的地方在哪？路口。路口你要转弯嘛，对不对？变换车道。对。你两个平行线变到人家那边去，路边起步，从旁边过来切到人家，你就不是两条平行线嘛。所以当你要降低车祸发生，就是你要看看你的路况有没有改变。是，你这路况有没有改变？如果是直的，当然是 OK 啊，你只要注意前面那一台车就好。所以以前我们在考驾照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教训班老师跟我们讲，你要练胆量哦，你拿到驾照，你就是高速公路开，你高速公路都是直的，你只要切到最外侧车道，你慢慢开，然后再加速减速，加速减速。当然这个理论不一定是对，可是它有一个理论是对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两条平行线是不相交。你只要跟前车保持一个良好的车行距离的话，原则上车祸是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只要你发现说，哎，我要变换车道，我要起步，我要转弯，我到路口，这是个弯道，那我们就要特别提高我们的警觉，那降低我们车祸的发生。真的要特别提高警觉，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就是有的人任意变换车道而造成的车祸意外。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如何正确左转弯，在可以直接左转的时候，应该在交叉路口30公尺前就打左方向灯，然后查看照后镜并摆头确认左方没有来车，才可以变换至内侧车道。朱心怡说的没错，进入路口后要骑到路口中心处等待左转，转之前呢要特别注意对象是否有来车，如果有直行车一定要让他先走，确认安全距离足够之后才可以起步。对，不可以变换车道，而且现在是不是对车道有所要求？如果你没有照什么样的规定，你又会荷包失血。我们现在就是之前就有规定了，你要左转弯一定要在内侧车道或者是左转专用车道才能左转。像我们看到第一个影片那个欧巴桑，他在最外侧就直接不管不顾的往左边就偏过来，这是一个除了违规，你看他这个他都撞下去，以他这种年纪不死也半条命。那我们第二个那个骑脚踏车的欧巴桑，他虽然那是有一个车道，可是他转进去那是中华路派出所，如果住基隆你就知道那边是单行道，他要违规逆向，他是逆向进去，这也是个违规。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双黄线的。双黄线要直接左转的，这都是不对的。像我们刚刚影片里面介绍是对的，你要左转一定要先到最左侧最内侧的车道，然后呢除了看后照镜拜托摆一下头，因为有时候你的眼睛会骗你。为什么眼睛会骗你？我们人是有死角很多的，所以像我有时候我们在外面抓交通员，有时候我们跟他讲眼睛要动以外，脖子动一下，甚至有时候我们腰动一下，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没有，我们可以安全带绑着没关系，要去看一下，看一下，其实这样就可以降低车祸的发生，因为你的视野的视角就变很少很少。那像我在高速公路，有的时候可能不方便，我在就是我要变换车道的时候，我自己会做个动作，我让后面车先超我。我旁边那台车先超过去，我就确定我旁边是不是有车了，因为我先开慢一点嘛。我看我后面那台车，因为我要变换车道之前，我车速一定会降低嘛。对。那我降低的时候，我旁边本来跟我等速的车是不是往前？那往前的时候就我可以就很确定。可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但是我习惯不一定是正确，可是我觉得是安全的。是。对对对，对我来说，对我就因为我可能我们本来开100变成80、70，那我本来右边100的车是不是就过去了？对。那我就知道我后面还有没有车啊？是。对啊，就是说就是可能你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确定你的左边、右边有没有车？那像现在很多路口真的左转会发生车，还有就是有的人就直接切西瓜，你知道吗？就直接像刚刚讲，我们在路口的中心点，就是一个岔路口的中心，你要画个格子，中间他直接有的还跨双黄线切了，他认为这样子哎很方便啊，就直接切过去啊。是殊不知你这样子其实你会让人家完全不知道，有他可能知道你要左转，可是你还没到路口啊，他以为你到路口才要左转，结果你西瓜就切出去，你这样不是等于左转，你当然等于在我们交通鉴定单位来讲是逆向，叫做逆向斜穿，因为你切了双黄线嘛，你过了人家车道，当然叫逆向600。
不是六百的问题，这个第一个你一般会这个都是已经出车祸了，是，而且这种车祸会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他不知道你要从这边切出来，是，因为他认为你要到路口再转，所以我的速度我本来到路口那边，哦你们要过来，那我就赶快骑过去，结果我赶快骑过去的时候，你就切，最怕的就是说我以为你会停，结果你动了，有两个都一起动，对，然后而且我想说啊你都没有还没有转，所以我赶快我骑快点你才能到我前面去左转嘛。那这样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车祸发生，这样子，对，好恐怖哦。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随便变换车道，变换车道记得要打方向灯，不然会被检举。哦，不是检举而已哦，还要跟主持人报告。有的人就说我打方向灯，我们出车，我有时候跟同仁处理车祸最好笑。那晚他们说，警察先生，我有打方向灯，然后我就跟他讲，对啊，那你有打方向我知道啊，可是你在变换车道耶，你在转弯耶。你打方向是应该的，不是你打了人家就要让你。他们就认为很多人有这种错误观念，我打了方向灯，就应该让我。他要看到我打方，对，我知道你打方，可是他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转？对，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变呢、啊？对你打方向，他只知道说，你可能会变，你可能会转，可是你没有跟他讲你什么时候要转呢、啊？你打了方向，你打了三分钟，或者你打了三秒钟，你就直接要转，或者你打了十秒钟，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我只知道你要。可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哇，那车祸就是这样发生了。所以打方向是应该的，那人家后面的车左边右边的车让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可是不是打了方向就是无敌，人家就要让你。是，所以要记得一定要放慢速度，你要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定你右边或左边车真的是已经过空了，你才可以转，这是最安全的。那当然说到这个，就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标志号线。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中山区现在有一个大路口，就是德安路和复兴路有一个五交叉的路口，行人的人流量越来越大，车流量也越来越大。我们的市长谢国良就亲自到现场来视察。绿灯走在行人穿越线上过马路的民众都有可能遇到突然汽机车就从面前快速穿过去，几乎每个路口行人在绿灯过马路时就会发生这种行人和汽机车也是绿灯交织通行的奇怪又危险的情况。中山区德安路以及复兴路这一个五叉路口，因为临近一个刚新建完成2000户左右的大型社区后，交通流量越来越大，行人过马路时经常和汽机车一起交织通行，险象环生。在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先行会刊和喊话邀请下，重视行人友善安全的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在看到中嘉新闻报道后，立刻在最短时间内安排带着交通处长王俊宏以及警察局交通队长张玉丽等相关局处官员，陪同议员张炳君和宋伟丽一起到现场会刊，寻求改善方法。谢谢哈，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中山区的议员，包括张炳君张议员。还有今天到场的宋伟丽宋议员，他们都非常关心这个德安路复兴路的路口哈。那因为这个是大型社区，现在即将完工通车，所以未来会有很大的车流。那这个部分行人的安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应这个张炳君议员他的关心，我们今天特别过来看一下。那刚刚宋伟丽议员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摩托车，这个慢车道的一些相关的议题，那我们也请交通处一并考量。那我们现在会做一些交通号志的调整，并且请义交在下班尖峰时间过来，协助一下交通指导，希望这个部分能够更顺畅。好，我们当然感谢我们谢国良市长，在其实马上看到我们中山区这些交通主要道路交通意外发生的这个问题，那今天马上就召集各单位来到我们德安跟复兴路口，然后请全责单位去做最专业的评估。那不论如何，我们都是为了守护我们基隆市民的安全，然后来共同去努力。当然最主要还是感谢谢国良市长今天的帮忙，感谢我们谢市长啊，那么对我们基隆市市民的行的安全非常的注重。那就像他就任的时候，他就说行人车辆要让行人先行，我觉得这个文化我们一定要定住哈，这样会减少行的安全。预估等到社区住户真的入住之后，这个五叉路口势必成为中山区最复杂危险的路口。在市长指示下，现阶段交通处立刻调整路口红绿灯秒差，减少人车交织通行的危险状况，并且将协警警方和义交人员在上下班尖峰时段来协助行人安全过马路。
哎，真的，大家要特别注意，还要再小心哦。其实，通常我们在说，就叫预防车祸意外，通常都会从工程、教育还执法这三个面向来进行。那当然，在工程的部分，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副座，来看看基隆，来检视一下基隆是不是有哪些大型社区外面的一些交通状况跟标志标线的设计。我想，就从刚那个德安跟复兴路口来讲好了，其实。在以往没有那个大型社区的时候，它的人车流可能是比较单纯的，对。但是因为随着基隆的发展，所以很多大型社区的开发之后，陆陆续续就会有一些居民住进来，那就会有一些开始产生一些人车流的交织。那稍微说明一下，说那时候在德安跟复兴路口，是因为整个社区开发完之后，所以它穿越的行人量增加了，那刚好跟我们原本耗资设计的一些车流的冲突点。产生的一些冲突点，大概有一些冲突的时间是重叠的，就是行人通过时间跟车流通过时间是重叠的，所以变成，就行人跟车辆来讲，都会觉得说，哎，我是绿灯，所以我有权这样过。对，那我们后来就是经过了市长去现场勘察之后，我们也重新再去检视了整个耗资的实质的调整，就是说我们的有几个想法，就是第一个是减少人车流量，因为。车辆跟行人同时绿灯可能是不在所难免的，因为，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希望说可以让行人先被车子看到，所以也许我们会使用行人早开的方式，先让行人先走，因为我们刚刚在推行人友善，其实有些时候车子不见得是不礼让行人，而是他没有看到行人，没看到行人、对，所以我们有个方法就是先让行人先走，走出来之后让车子看到，那车子看到之后他可能就会。如果有了礼让行人的概念，他就会开始礼让行人之类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减少适度的一些那个行人人车的交织？就是我可以让某个方向的车子在走的时候呢，那个我可以挑，就是行人最少的时候让他走。好，就是人跟车的冲突点越少越好。对，那。也许可能还是有冲突，可是这个冲突的几率降低，那这是我们在做调整耗资的时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我们在经过了这样的思索之后，其实我们德安跟复兴路口，其实我们就把整个耗资实质做了一个调整，那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有改善的，那这个部分后续也会推广到其他的路口，因为我们路基隆很多大型的社区陆续在开发，那我们也会朝这个概念去做一些思考，那尽量让行人跟人车的冲突越少越好，可能不见得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但是至少可以减少。那如果可以搭配到行人先让车看到，那就可以让车子有礼让行人的行为，那可以减少一些事故的发生。是，真的就是要减少事故发生，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行人走路其实也要很小心，也要专心走路。我们来请副座带大家来看看有八个行人的车祸意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阿嬷以为在刹车不动，结果呢就这样走过去。其实这在我们基隆很常发生，偶尔会发生，不是很常发生。因为我们基隆的大车很多，然后大型车辆其实它起步需要一点点时间，不像我们小型车。所以你在起步之前，他会以为一般行人会以为它是停着的，再加上大车的死角比较多，所以这种事情偶尔都会在大型车出入频繁的地方发生。那么看看我们这位女性。这个过马路没有在看后面，而且那是双黄线，违规又不看路，其实这是我们基隆很常发生的。然后这是我们一个妹妹，她在那个在五期看到那个公车过了，去追公车，追，然后她打她的门，叫她那个，结果就被公车碾过去了。所以她有拍到那个门。有。然后因为我们公车有内轮差，她往那边的时候，她不晓得她这样会被卷进去。这都是很危险，非常。你看那公车司机也被吓到，他不晓得说他居然会这样。那好，我们既然走到人行道了，以为不会被车撞到，还是会有人。我不违规，可是别人会违规啊，对不对？我走在人行道没有错啊。这两个命好大。对，不是命大，他也在看前面。这个男生也是一样，他也走在人行道嘛。专心走路。对啊，很专心走路，不会发生车祸吗？还是会有人冲出来啊，对不对？其实像这种状况，我不违规。别人会违规，所以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真的是走在路上要注意看前面的状况，对，随时注意说有没有突发的状况，不要走路就走，就是玩手机这样。这是斑马线嘛，对不对？红灯嘛，这个也很恐怖，对不对？红灯，他以为大家都停，结果后面那台公车没有停住，还好他跑得快，
还好他真的有在认真过马路，有在真的是慢停看这样子，不然像这个就突然冲出来，这也是双黄线啊，对不对？对，他突然冲的，没有人知道他冲出来，而且前面有一台违规停车停在路边。像这其实有时候要违规，要违规你要注意看有没有来车啊。其实这几个影片都可以看到说，其实像这个，你看我们这一个东岸高架桥下面，这红灯已经亮了，亮了，开始亮了几秒，亮了大概十秒了。有人闯红灯是？哦，天哪，撞到！你亮了快十秒了，他还是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行人穿越道很长嘛，可能有人不耐等候。然后就会那个，看你看他前面已经好几个闯了，不是只有一个，是好多人在闯。为什么？他们就是哎，好像前面走我就跟着他走，前面走我就跟着他走。其实我们像我们在推行这个有友善行人，道路口礼让行人这个专案，我们就刚节目里面在开玩笑，开单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什么？让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不是有那么崇高的理想，让大家说啊，你们以后过路口都要遵守所有的交通规则。可至少有一个效果出来了，你到路口会停下来看有没有警察，看有没有警察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看有没有人、有没有车、有没有人违规、有没有车违规。那你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效果就会出来，因为可能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我们是希望打造一个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的一个城市，友善城市。可是我想我们的人可能都是需要被教化，慢慢宣导。那你要怎么宣导他？你用讲呢，他可能不听。那所以我们开始用罚钱的手段。那罚钱的手段不一定要罚到你，邻居被罚到，隔壁被罚到，你看到有人被罚到，你就会怕。为什么？因为想哦，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看到那个成绩不好的同学被老师处罚，被老师打，我们就啊，下次我不可以。这就是我们那个，哎，那个犯罪预防里面的那个，就是威吓了嘛。这是一个威吓的作用嘛，让他知道说这是不能像以前的死刑。为什么要死刑？让他知道哦，你如果杀人，以前我们汉代讲的汉高祖讲杀人者死嘛，对不对？让他知道说，哎，这是不对。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到去银行都会看到大大的几个字，劫火抢劫唯一死刑，类似这个东西，它是恐吓你。那恐吓你，你用讲的，讲了很久，好像都没有哎。那罚单一开下去，这样子这效果就完。哎，开罚单，就你收到罚单你会痛了嘛？就算不会痛，你看到别人被开，哎，真的哎，我们刚刚就讲了，机车现在是罚1200，汽车是罚2000，交通部预计通通都要罚到3600。你只要想到这件事情，还听那个刚早上去卖菜的时候，听人家讲说，哇，隔壁的谁又被罚了，谁又被罚了，哦，哇，3600，我们心里面可能就会怕，那个3600可能是我们一整个月买菜的钱啊，对不对？可能是小朋友补习的那注册费啊，还是什么什么相关我们要用的费用。如果因为你开车骑车在路上一个不小心，3600就飞掉，你只要想到这件事，你就会觉得很恐惧，你就觉得说，那不然我就算不遵守交通规则，我要看一下有没有警察吧。至少你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先做好，就是说，哦，我的宣导可能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像我们2月之前都是宣导，今天是3月要开始，我们就是强力的在执法，那就让大家知道说警察是玩真的，我们基隆市是玩真的，我们不会让一些对行人不友善的行为让他继续下去。我们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守法，我们希望在这边走的行人都可以很安全。但在这时候我们也要呼吁行人，像有些行人他也是违规嘛，我们也要呼吁一些行人我们不要违规，所以我们是并重的。不要有些民众都说啊，你刚刚开车没得开人，我们都有在开，其实都有在。而且我们现在行人是600，对不对？行人是500，对，行人是500，以前是300，然后后来去年涨成500。但是为什么要涨到500？因为要让大家有感啊。也就是他300不高，以前行人还要道安讲行呢，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政策是可以我们来推进的，让大家知道有这个政策在做。只是说你要让他有感觉，不是只是我们媒体在宣导，不是只是放跑马灯。不是放一些宣传的布条，你要知道说这是真的，政府玩的是真的。就像我们以前那个秦代商鞅变法一样，洗木立信嘛。你把这个木头从东城门移到西城门，我就给你多少金子。大家都说你骗人的，真的有人移的，他拿到金子，哎，这是真的。就像这个，你要开单，你如果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我给你开单。政府玩假的，但是哎，有人被开了，邻居被开了，我被开了，哎，卖鱼卖菜卖肉都跟我说有人会开，哎，那应该就以前曾子讲的三人成虎嘛，对不对？会亏，真的会开。那我们可能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那我们开车过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停一下，确认一下有没有行人，那这不要跟自己合法过去。那我们行人呢，过马路一下看一下红绿灯，红灯不要走啊，那个双黄线不要走，
对不对？按100公尺里面有那个行人穿道，我们要走行人穿。如果大家都做到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尽量的降低一些路口的行人的车祸的发生？是真的，宣导，就是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喝酒真的不要开车，不然也会发生车祸意外。我们来看看这一场车祸。画面右侧，一辆白车疾驶而来，只看到一个身影被撞击之后直接弹飞，当场失去呼吸心跳。案发现场在基隆的中正路，小货车后斗挡板被撞歪，在波及前方的黑色车辆，车祸发出巨大声响，引起了附近民众注意，但肇事驾驶竟然直接开车逃逸。啊，那台车开超快的，超快哦。一定超快的，不然刹车声好大声。那明天早上固定上班，但是买早点，就是去那个 seven 买咖啡就过来。那过马路的时候就被撞了。十二日凌晨5点多，担任保全52岁男子出门上班买早餐，走在中正路上，突然被一辆疾驶而来的白色休旅车追撞，当场死亡。案发后，肇事驾驶一路开车开到八德子渔港，汽车逃逸。不过可以看到车辆挡风玻璃破一个大洞，右侧车头全毁，驾驶座上还有空酒瓶。到场了解，发现陈姓男子已无生命迹象，立即通报救护单位及交通队事故处理小组做后续处理。由于警方始终联络不上驾驶，经过全力追查，终于在12小时之后，警方巡线通知高姓嫌犯报案说明，经呼气酒精测试值达每公升0.06毫克，居然依照公共危险罪及过失致死，将高姓嫌犯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真的是不要喝酒啊！开车绝对不要喝酒。刚刚跟志璇在聊，他说刚才那个车祸意外，那个人是直接去世，而且尸体，他那个身体大体不是一个完整，他的那个脚是整个被撞飞的，是跟身体有就是分开的这样。当场其实那个画面是蛮触目惊心的啦，蛮恐怖的。对，是没有拍到那个画面，但是这个人因为我们一开始有找到车，那他车是丢着的。然后丢着的话，我们用车牌去找人，然后找到他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说是儿子开的，但儿子联络不到，然后联络不到的话，我们就积极的开始找他身边的人去那个，后来过了12个小时找到，他酒测值大概还在0.1上下，那我们就把他反推，他是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哦，20出头岁的年轻人哦，他的代谢应该是很快的，过了12个小时，我们还笔录里面还跟他强调，问他说：“你确定你在中间都没有喝过酒吗？”他说：“他确定，他就是昨天晚上喝的，就是他昨天就可以表示他昨天晚上，如果一个正常的男子来讲，他应该喝超过1以上，1以上就是那种泥醉，你知道吗？”已经忘掉了。对啊，对啊，像这个其实我们基隆最近的酒驾其实案件不是很多，可是一发生就蛮大。为什么蛮大？因为大家都心存侥幸，大家心想啊，他们都喜欢啊，这个小路没有警察。那我就是晚一点或者早一点没有警察，像我之前，我们在那个你知道二次酒驾或者是拒测要上酒驾专班，就是要去监理站上那个就是类似法纪教育，那也有邀请我们去上过课，我就一般都是只有30个人，那我就问他们说，我上过3次，问他们说，你们早上被抓到了举手，早上哦，有6个，3班都是6个，6个就是30分之6就是20%。就20%的人都是早上，那表示他绝对不可能喝到早上，都是宿醉。很多现在越来越多是宿醉，但是我们的酒测器不会管你什么时候喝酒，他只会管你身体有没有酒精残留。就是我吃姜母鸭，我吃羊肉炉，我吃烧酒鸡，那个也算，那当然都算啊。而且他测出来就表示你身体有残留，他有残留就会影响到你的头、你的神志、你的状况。像我们罚则一罚再罚，像以前一刚开始酒驾罚6000。然后罚到12000，然后那拒测罚6万，然后罚9万，现在拒测要罚18万，而且是没有上限的哦。我看台北市有一个4次拒测罚72万，主产都被拍卖了，真的啊。然后另外一个他们是拒测，他被抓10次，抓10次是什么意思？你知道？第一次是拒测是15000到9万，第二次拒测是9万，第三次18，然后再加9万27，他抓到第10次是81万。哇，他已经是病态的。那像这个其实在修法的时候，我们有些专家也是建议说，如果像这种病态，要不要强制治疗？那是一回事啊。只是说，我们现在酒驾的罚则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高到其实那很可怕。你想4次拒测就72万，而且第一次18，
18+36，再加54，再加72，这样加起来大概是180万。1234×18，就刚好是180万。你知道拒测试就是180万，一台宾士车就不见了，然后那房子的首付什么都不见了。可是有些东西，他们大部分我们抓到的是心存侥幸的啦，都是心存真心想酒驾的没几个。那除非是他真的有一种是病态，他真的心酒驾到，就是他酒精中毒了。那像这种东西，我们就这样控制说，那不然你就不要骑车，你可以酒精中毒没关系，你不要骑车，不要开车嘛。可是我们罚在这种，我们最重要的是不希望有车祸的发生，因为现在的车祸都是因为他们现在因为怕被抓，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啊，就是怕被抓，所以就横冲直撞，有没有？有的怕警察这边拦啊，那就开始，你知道，人家困兽之斗最可怕，就像有一个寓言故事是说，哦，一只老虎在追一只羊。但是羊看到悬崖还是跳下去，为什么？他后面是老虎啊，所以他不管，他不会管前面是什么状况，再危险他可能像保龄球这样啪一整排上撞过去。他现在是有发生过这种啊，就是我们警察在前面拦，然后呢他看到警察，然后他就这样整个就追出去，这真的是一整排啊，那一整排下去，那真的是死伤人数是我们没有办法那个的。那像我们刚刚我们基隆本身这个案子，他早上凌晨发生的，他一定也就是啊，没关系，我是年轻人，我退酒很快，而且凌晨应该是没有警察。啊，过那个弯道的时候，那个中正66巷那边的时候又开很快，然后可能又就没有那我们刚讲的那是弯道嘛，那是一个弯道，所以他整个他没有可能没有看到我们那个行人，那是一个保全员，他过马路，对，然后他正准备过马路，视线19，对，就造成这个车祸。所以我们在呼吁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罚钱事小，真的是不要害毁人家家庭。这个一个车祸，一个车祸不是毁掉一个家庭，是毁掉两个以上的家庭。那个被撞死的，我们他家里面难不难过？一定很难过。那你呢？你除了被抓去关，高额的赔偿金，你下半辈子都是偶遇啊。啊，他们家里面一辈子都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开车在路上，车子就是人间凶器。为什么市长要推这个行人友善？因为我们开车在路上，很可能一个不小心，我们打个瞌睡，两个家庭就毁灭了。我们以前最有名就是叶少爷嘛，那开个车，然后撞死一个在运动的一个妇人，结果他那个老公过几天伤心过度也死了，留下一个5岁的小女孩。那那个叶少爷自己脚还锯了一只掉，那隔壁他还做一个他朋友19岁的诚信少年，然后弄得他爸爸跟那个诚信少年两家本来是世交，两个都决裂，都是决裂就算了。他一个车祸就毁了三个家庭。诚信少年他家是狗囝，叶少爷嘛是狗囝，就两个都毁了。他少了一只脚，人家少了一个儿子，然后那个5岁的小女孩少了爸爸妈妈。一个车祸真的都是让很多家庭都战毁于旦。所以我们市政府强力推这个东西，就是希望说降低车祸的发生。罚钱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尽量降低路口的交通事故。是降低交通事故，就是你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再专心，速度不要太快哦。来看看哦，这个百万轿车跟救护车的撞击车祸。价值上百万的黑色高级轿车和救护车擦撞之后停在路边，车头明显受损，但一旁救护车车头严重毁损，左侧破一个大洞，引擎根本发不动，保险杆掉落在路面。用鸣笛，对，然后我也闪灯了，对，是因为我要闪刚刚我前面的车子，对，结果他的车子就在那边，我闪完之后他的车头就直接切出来，就直接撞下去。移车了。啊，怎么会突然这样撞人啊？他突然移过来的吗？车祸发生在基隆基金营路，一辆救护车当时要载着病患去基隆长庚医院开刀，为了闪前面的车，撞到高级轿车。车上载了一个病人，准备要去开刀，准备送往基隆长庚，已经来了，当下就马上联络好了。东汉有放掉吗？有。不止车体受损，引擎还因为撞击失去了动力，最后有警察和热心民众，总计8个人从后面推车，才将救护车移到路旁。而救护车上原本的病患还好没有大碍，由另外一辆救护车接手。
我可以看得到刚才那个路口一旦车祸一定是大排长龙大塞车，我们要请教志群后来是怎么样。是啊，现在我们现在一个车祸的发生，就像我早上 要来上班的时候，在那个十八标上面一个车祸发生，就把那十八标面堵住一个车道、然后我想奇怪，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塞车，后面塞得很长。我们一般来说一个车祸的发生，它后面付出的社会成本是很高的，每一个人 你被它挡住的时间，譬如说你一个人被它塞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后面有两百台车，你遭受经济损失，譬如说一个人一天上八小时是给他2000块，你后面堵了几台车，堵了几个小时，你把它乘以那个经济损失，那无形的经济损失 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说大家过路口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一些东西要很注意，像我们刚刚那个救护车好了，本来只需要一台救护车的，现在可能变成三台到四台，你看你无形之中要多少的东西。那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民众，只要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就是要礼让。那我们救护车驾驶也是要，像我们现在消防局也在强推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救护车的车祸现在越来越多，他们要求救护车的驾驶行经路口如果是红灯的时候要先慢一点然后再开，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我当然是要人命关天，他们也知道人，可是有时候如果只顾了救人可是忘记说交通安全的话，也是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损害跟不必要的麻烦。像我刚刚讲，本来只需要一台救护车变成要四台，而且四台搞不好还救不了的。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交通安全的观念越来越有，那大家就要慢慢慢慢慢慢在遵守我们的规则里面应该怎么样去取得个 balance。 就像我们消防局他们现在就说，你绿灯当然是可以照速度快，但是红灯你有优先权没错，但是你要过路口前要先慢一点确认有没有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车它的隔音效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你要确定它有听到你的偶一偶一的声音啊，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它也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们其实科技在进入，社会在进入，有一些法规可能在当时我们觉得说啊，以前就救护车最大，我们都要让它，我们这个都知道。可是现在是因为奈何，像我刚刚是百万名车，我相信它可能听不到，它不知道有救护车，为什么？现在车百万名车 Benz BMW 那个隔音效果都超级好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的资讯都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在路上怎么开车比较安全比较不会造成事故，那大家应该可以透过我们这些网络的宣导，一些媒体的宣导来知道。像我们如果明明知道你是开的是好车，那我们就在路口的时候注意一下停一下，但就算看不到，因为我们现在救护车都有那个闪光灯嘛，像你知道，像我远远的听到那个，我就其实我就有点害怕了。对，我不知道到底在哪里。我就慢慢慢慢靠，先靠，先观察一下什么状况这样。是大家尽量遵守交通规则，尽量到路口。其实不管有没有行人穿越到路口，到路口都慢看停，停慢停看停都 OK。你就是会降低一些车祸的发生。是，真的哎，而且还有一种车祸就是二次车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快来看看。
道路环境为两车道，有路肩，而且前方有避车弯，驾驶人却在看完碰撞位置后就直接坐回到车上去了。可以看到影片中外侧车道车辆都在闪避，以影响后方车流。经过七分钟后，后车驾驶才知后方摆设故障标志，但摆设的距离约不足10公尺，摆放完毕后继续待在车上。约18分钟后，一辆大客车自后方追撞，造成了二次事故发生。请问老师，交通事故可以移动现场吗？是可以移动现场的，只要无人伤亡，车损轻微且车辆可以移动，迅速拍照录影搜证后就可以移到安全处所了。可是自行移动现场，保险会不会不理赔呀？熊平安问得好。其实无论是移到路肩、避车弯、交流道下平面道路，或是直接到国道警察分队报案，只要有报案记录，国道警察都会制作事故资料呈案的。保险公司如有理赔需求，可以到国道各警察大队查询资料，并不会因为自行移动现场而影响理赔。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噪音触犯有异议，都可以申请事故鉴定，不会影响自身权益的哦。熊平安，你还记得二次事故的口诀吗？我知道，是开、放、离、拨、拍、移等。答对了，二次事故是可以避免的不幸，只要驾驶朋友们牢记口诀，开、放、离、拨、拍、移等，在轻微事故发生的时候，保持冷静，妥善处理，就可以减少严重事故发生的几率喽。原来如此，我都了解了，今天真是受益良多呢。想要知道更多交通安全资讯，请到交通安全入口网。哎，真的要特别小心，要提醒大家不要再让车祸二次发生，这样会有很多灾害意外。那刚刚看到这个高速公路，我们就要来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通勤族。其实通勤族很在意的就是他们的班次到底有没有准时抵达，一块来看看。好，那各位市民好朋友，现在是晚上大概6点左右，那我们跟台北监理所以及福尔客运的业者都来这边了解搭乘9026乘客的状况。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输运是非常的顺畅，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福尔客运业者的一个配合，让我们市民好朋友能很快速的一个回家。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王正宏代表市长谢国梁，在昨天晚上下班尖峰时段到南港展览馆站了解9026通勤族搭车的情况。台北市区监理所人员也到场观察车班，符合客运副总谢炳汉昨晚也在现场指挥调度，一度让现场的候车亭清空，快速疏解等车人潮。交通处长王正宏感谢符合客运的积极调度，也在现场问候关心通勤族，了解他们的心声。我们都是从基隆到台北上班的嘛，那有可能如果说8点半以前要到的通勤族，一定有可能以前啊，可能6点多就要出门，所以我觉得六点多到7点是很需要加班的。然后之前因为这个班次，他之前是公告说，会5分钟一班，但是觉得应该是没有啦，就五六分钟一班，我觉得感受应该是没有，然后甚至有可能会延班或者是过站不停，就是最近蛮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下班这个会容易上不去吗？下班其实也蛮容易的，因为之前其实排到那边都还蛮常发生的，就是这样一路这样到了后面，排个30-40分钟都是有过的。交通处长王正宏表示，在积极与台北市区监理所与符合客运业者协调下，业者承诺上午尖峰会机动性增开班车，下午尖峰时刻也在延长1小时到晚上9点，以符合市民通勤需求。有关市民朋友非常关心我们9026一个路线调整的部分哈，那首先在上午从我们基隆尖峰出发的一个班次的部分，我们与业者协调会机动来调整，例如说我们今天就增加了2个班次，那也顺利输运我们基隆端上班的一个旅客。那再来是回程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南港转运站晚上下午尖峰原则上原先是到8点，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在南港转运站我们会延到9点发车，就是让更多比较深夜回来的市民好朋友有更好的一个乘车环境。那假日
假日的部分9026所有的一个车次全数会进到南港转运站，以方便我们市民好朋友在假日搭乘所谓的一个高铁或者是相关的台铁捷运等运具，更方便的一个旅运的一个顺畅。市政府表示会积极与9026业者协调沟通，根据通勤族的需求随时修正，让通勤族回家的路不再遥远。这真的是通勤族非常关心在意的事情，我们要赶快请教副座后现在到底情况怎么样。我先说明一下，因为9026因为之前在经营的业者是首都客运，那首都客运因为可能在经营可能有一些成本上面的考量，所以他就想把这个路线呢把它试出来。那后面在1月20号之后是由那个符合跟皇家客运来做接手经营。那当然因为不同业者，所以他经营的形态上面可能有所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他没有可能去参考之前首都经营的一些经营的模式去预留一些车位等等之类的，那导致可能在安乐区的民众在搭乘的时候可能上不去，前面的站点可能就把车子给坐满了，然后导致后面的站点都上不去。那或者是说符合客运可能在班次的安排上面可能也没有像首都客运这么的机动，增加一些机动的班次去疏运这些旅客。那所以呢，我们也经过我们市长跟处长积极的去做协调之后呢，目前已经又请符合客运那边呢，那增加班次。那之前在反映的部分是说，目前那个班次只有尖峰的时候进到南港转运站。那我们现在也积极的协调业者呢，那尽量尖峰时间哦，从晚上的八点，然后延长到9点呢，也进到从南港转运站发车回基隆。那我们就是积极的协调业者，那希望说能够尽量符合当地的乘客的需求。那另外部分假日的部分，我们也是把那个从原本到南港彰化转的那个路线呢，也延长到了南港转运站。那也满足假日的时候呢，安乐区的居民前往台北南港的时候，可以到南港转运站，不管你是在南港站去做转乘台铁、高铁等等，那方便他们的旅游或是购物的行为等等。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积极的在做协调。那因为这个部分，相关的权责单位还是在公务总局啦，但是我们会以市府，就是以这个居民的角度，然后积极的跟公务总局去做协调，那尽量满足居民的需求。那如果说后续那个居民这边还是乘客有些抱怨的部分，那我们还是持续会再收集，那适度的转达给业者，那跟公务总局这边。是，真的，就是要一直不断的沟通协调，知道通勤族的心声到底在哪里，然后就要进行他们的改善。那另外也知道这个公车处从3月1号起开始支援 R66 跟 R86，这是这个部分也说明一下，就是之前原本这些 R 路线原本是基隆客运在做行驶，那但是因为整个一样也是基于公路整个公共运输整个成本的考量，所以呢，他慢慢的把这些路线就释放出来了。但是我们基于民众的基本需求啦，所以呢，基隆客运的部分我们就转请公车处来做接手来做行驶。那公车处呢也积极的在这一两个月呢招募了一些新的司机，也采购了一些车辆。那预计在3月份的部分呢，就会把R66跟 R86来做这个接驶。那个 R66 呢是从海科馆呢行驶到七堵火车站，那 R82 呢是从国家新城到七堵火车站。那 R86 的部分，R82 的部分呢预计在4月下旬做接驶。那这个部分原则上呢班次上呢都不尽量不减少，可是班次的时间会稍微做一个调整，因为之前基隆客运的那个排点啊可能比较紧，所以很容易有误点的情形发生。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说能够尽量照班表来跑，所以公车处呢也稍微把一些班次的时间时刻表做一些调整，那尽量以不误点的方式，然后让民众去搭乘的时候呢比较能够顺利的搭乘到，而不是看到了班表结果车子是误点才来的。所以我们希望说也把一些基隆客运之前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那个太阳呢做个调整。那个部分后续呢，如果说公车处那边也希望说那个持续的去做观察，那适度的再看整个状况，就做这些班次或是时间时刻表上的做调整。是，真的都要一直不断的滚动式修正，对对对对对，要一直的观察，一直来进行修正。那剩下时间剩最后2分钟，我们要请两位副座跟大家提醒一下，要注意一下哪些。我们先请志全。
还是要重复刚刚的话了，开单真的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你要说一下我们交通队没有业绩奖金。对对对对，还是真的是、啊。其实我们不像双北，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什么警察在抢钱啊什么的。我们基隆市的警察开单，这真的是可以请各位民意代表去查，绝对是一毛钱都没有收，没有一毛钱进到我们任何一位警察的口袋。那我们之所以在这两个月，很多民众可以看到我们在各大路口都是很，不管是刮风下雨寒流来，都是站在路口。我们甚至举牌啊、吹哨啊、做什么，那真的是在你真的很明确违规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开单。那这是因为真的是已经到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宣导很久，宣导好久好久好久，然后我们的路口的车祸一直都没有降低，再加上我们基隆越来越进入老年化社会，我们不对行人友善一点，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如果当我们变老的时候，没有车愿意让我们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而且这个法律是本来就立法的，并不是我们基隆独有。很多在双北上班人到回到基隆来，就觉得我们基隆好像开单比较松一点，比较没有就是好像没有双北那么积极那么那个。可是我们是把既有的法规去在强化而已，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提醒再提醒各位民众，不要跟自己荷包过不去。各位民众开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管是不是在路口，我们在起步变换车道转弯的时候，再次强调我们的车子都是人间凶器，一不小心真的会毁人家庭的。是遵守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我要请钟副座。哦，我想最后还是因为行人友善嘛，那车礼让人，但是我想也提呼一下行人啊，就是你要让车看到你，才是真正他有方法去礼让你。所以有可能你要穿亮一点哦。那到路口的时候，你还是要左看看右看看，哦，确定真的来车有注意到你，然后再穿越马路。不然其实行人跟车一比，其实还是相较下比较弱势的。他是不小心没有注意到你，撞到你，受伤的还是你。所以我们还是呼吁行人，就是到路口的时候多看看，然后呢，停等的时候左看右看，那当心一点。那穿亮一点，让车看到你。是，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带大家看到我们的谢国梁谢市长上任以来的努力哦，致力来打造以人为本的移动城市，创建畅行的美好生活。感谢两位，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